夫妻之间还有很多是不为外人道的事。有一名孕妇呢，怀孕了5个月之前热中暑就医，当时医师就建议冷气调到24度对她比较好，但她的先生坚持不行，冷气一定要维持27度，再搭配电风扇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让这名太太气得想要离婚。而这篇网po网之后呢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，有的人认为这样的丈夫不如放生吧。晴空万里，艳阳高照，今日高温让人受不了。民众骑车边骑边擦汗，短袖短裤出动还不够，到家冷气先开再说。但是有一名孕妇怀孕5个月之前热中暑就医，医师建议冷气调降到24度，想不到丈夫坚持维持27度，只允许妻子搭配电风扇使用，让妻子气到说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这样不合理，不通人情。他没有当妈妈，他只当爸爸的。我应该是会选择体谅孕妇啦。这则po文引发网友热议，有人说老婆重要还是差那2度的钱重要？一个男人对电费计较，大概一辈子对你不怎么好。还有网友回应：“这样的男人放生吧。”也有人大酸。这种人都有老婆，真是不公平。尊重孕妇的想法，怀孕的期间这么辛苦。因为有的比较不会怕热，那有的比较不会怕冷，你不能说这样就说老公不对啊。不过炎热的天气还会持续，周末这2天，新北市、嘉义县市、高屏地区都可能出现36度高温，而花东地区还可能上看38度。另外也要注意，午后雷阵雨主要发生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地区，还有各地山区。明天开始，东南风会带来一些比较潮湿的水汽，会让我们的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开始有一些短暂阵雨发生，各地的午后雷阵雨范围也会稍微扩大一点点。气象局提醒，下周开始午后雷阵雨，雨势会变比较大，降雨范围也会比较广，民众出门记得带伞，也要留意交通安全。记者林正杰、王一仲台北报道。新北市淡水有名老妇人呢，她抢快没有走斑马线，直接穿越马路，这时候有骑士反应不及，直接撞上。那么在新竹呢，也是有男子没有打方向灯，直接超车，旁边的骑士看了一眼吓了一跳，但他连忙去瞪回去，却感觉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结果出车祸了。白衣妇人走在街头，没看左右来车突然穿越马路，这时一辆机车根本来不及反应，迎面朝他疾驶而来，双方当街对撞，导致骑士刹车不及往左重摔。高龄80岁阿嬷则在地上滚了一圈，整个人瘫坐起身，这一摔伤势可不轻。车祸发生在10号早上7点多，新北市淡水民宅前，蔡姓妇人违规抢快，没有走行人斑马线，现场刚好又是弯道，骑士被遮蔽视线，迎面相撞，双方多处擦伤，阿嬷违规可处300元罚锾。而在新竹经国路2段，来一男子。眼见前方车多，没打方向灯就往左超车，旁边骑士吓到看了一眼，却被男子反瞪，但他骑车没看路，追撞前方轿车屁股，整个人滑行惨摔。网友笑说，哥闭上眼睛也能自由骑车，变换车道也要看路啊，没事，修车店就在前面，这一撞救援马上就到。桃园中坜也有16岁学生放暑假无照骑车，疑似车速过快撞上停靠站公车，大腿骨折，伤势严重，车身后方还染上血渍，所幸开刀之后已经脱离险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云林湖尾中原普渡大拜拜暌违2年再一次举行，总共是有2000桌的贡品。师傅雕琢大冰砖，搭配干冰灯光，超迷幻。民众夜晚驻足观赏，手机相机拍不停，还有刺激的火舞表演，性感辣妹热舞，连变形金刚也现身。给大家拍个5分钟，好不好？普渡越晚越热闹，重头戏是肉山贡品，全猪全羊一个大桌放一只。今年因为价格高，数量虽然比较少，但信众诚意不减。中元节虎尾大拜拜因为疫情停办2年，这次信众卯起来准备，7大区域加起来2000桌，贡品五花八门，招待好兄弟，连小朋友的玩具书本都有，祈求来年平安顺遂。现在这是北区的所在，阿明仔载够福德区，所以吼，咱有看到这些人，甲气氛拢有转来安尼。镜头再转到台中大甲警分局，供桌上竟然出现花生酱、破布子跟炸酱面，让人摸不着头绪，这些到底有什么含义？那取其谐音，最主要是希望各类刑案能够发生速降，案件能够迅速侦破。警察局很有巧思，原来花生酱等于发生酱，破布子的意思是破案数增加，炸酱面就是希望阻炸。特殊贡品让民众侧目，为传统的中原普渡增加几分趣味性。记者云林台中综合报道。
为了想要多赚一点钱，很多人被骗去柬埔寨当猪仔。最新的消息是，有两名白牌车司机涉嫌勾串柬埔寨的人蛇集团，等于是协助中介骗民众前往。还好当时警方及时拦阻了七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人的被害人呢，还是受到从小就认识朋友的邀约，差一点就因为这样被骗出国去。而根据警方的清查，这两名主嫌提供的是一条龙的服务，从办护照到把他们人送出境，光是这两个月就已经送出了百人到柬埔寨，获利至少有200万元。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，太多台湾人在那边回不来，被卖掉或是被打或是被有的没的回不来。领着长发的白衣男子准备跟一群人到柬埔寨打工，当场遭警方拦下。奖金你今天就不要出去了，跟我们回去了解一下。原来男子被从小就认识的朋友邀约到柬埔寨工作，对方还曾视讯公务轻松的工作环境，让他心动的找上台湾中介，但警方早已掌握负责人的不法情势。我现在很配合啊，嘴里嚷嚷已经很配合，蔡姓主嫌第一时间还跟警方抢起手机，因为里头全记载自己协助拐骗多少人到柬埔寨。一条龙的服务，帮这些被害人办理护照之外，提供零用金，一路到机场来办理报到。警方查出蔡姓主嫌和詹姓女子两人是机场白牌车司机，因为生意不好，竟勾搭上诈骗集团，协助中介民众到柬埔寨，从办理护照到伪造小黄卡、接送到宿舍等一条龙服务，光是短短两个月就骗了100人出国。我现在就是真的劝导你们，就不要再出去，先配合了解一下。被人听信高薪招募话术，加上在柬埔寨的朋友不断洗脑，差点就被抓交替。警方这回一共拦阻七名被害人出境，但诈骗集团从骗一个到骗一群，现在还展开一条龙离境服务。刑事局从今年接获被害民众报案至今，也已破300人，但冰山一角背后下的人口贩运问题至今仍然无解。记者张佑慈、张美姿采访报道。另外又有恶房东出现了吗？这是高雄有房客的投诉，说他跟一名房东签的是套房，约期是1年，但时间还没到，他想要提前解约。当时的房东就跟他讲说，你只要把合约跟钥匙放在信箱就好了。好，他也照做。没想到4年之后，这名房客呢就被这个房东给提告，说当时的合约并没有完成解约，所以他必须还要再付他没有付完的4到5万块的租金。房客认为房东是钻法律漏洞要坑杀他，他初步算一算，至少有30个人因为这样子被告，求偿金额高达170万元。不过对此，房东澄清说他完全是按照合约走。走进公寓，楼梯潮湿，灯光昏暗，墙壁也掉漆。有一对夫妻来租老旧公寓，已经入住了，跟房东解约也赔偿押金，没想到4年后竟然还被告。因为我受伤，所以没办法爬到四楼。原来他们当时谈好租金1个月4800元，签约1年，已经入住后要解约，控诉房东要他们把合约钥匙丢信箱就能完成解约，但事后遭到求偿，5万多元未支付的租金还在诉讼中。打电话给他，他不接也不回。另一名房客则是租金1个月6500元，也是签约1年，但完全没入住，同样用合约钥匙丢信箱解约，遭到房东求偿近5万元，最后双方以2万元和解。然后后面就是庭外的时候，就说就真的是跟我们讲说，遇到他算我们衰。透过司法网站查询，这位房东提告求偿租金人数还不少，总共30人，金额高达170万，法院正在审理中。有人指控你是高雄张赎金，对我的一个很严重的侮辱啦，欠缴租金，我提出求偿，我觉得合情合理。房东表示，求偿都是按照当初的合约走，也愿意跟房客私下和解。只是房客控诉，房东利用叫房客把合约和钥匙丢信箱方式解约，是否有争议，需要透过司法来厘清。记得吴世龙、王书宏高雄报道。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？再跟大家介绍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呢它比较温和。怎样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，好，但是呢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。好，那怎么买呢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，好，就可以买到。